讲完。知道我的手机的主页面主 APP 的主要颜色是绿色的，有哪几个吗 ？Line， 电话，欧米，哈，欧米才没有超强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主伦，安安 ，ASMR 吗 ？FaceTime，FaceTime， 还有讯息呀、啊，健保快一通算来算绿色吗？那个健保那个，那不算。谢雨楠的缘分相遇 ，Hello。社交距离，那是蓝色还是绿色？那是蓝色。啊？哈什么？我觉得是绿色诶、欸，我觉得是。你们觉得？你各位觉得台湾社交距离那个 app 是什么颜色？我反而在用交友软体。对啊，我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我在乱讲、欸。真的很严重哦、喔，真的没有。我真的在乱讲。在欧米找到赵爸爸，真的不是我。喂，找不到，找到的话就是在座的其中一人。对。在座其中一个不是张爸爸的人，会不会有人反串啊？就是假设我用交友软体，然后我的名字叫什么刘小晴，对，会，我觉得会。曼宝交接完，对，曼宝交接完了，我刚回来。曼宝，曼宝，就是那只跳动了的那只。我刚回来，刚被组长约喝茶。没有，我刚在曼宝交接，我还交给下一个人。没有，跟组长喝茶是我。喂。Hello， 谢谢大家。微风怎么啦？但刚回来是真的。To see you shine is your golden night. Oh. 听说曼堡里面有空调，怎么可能？吹风机吧。那个电风扇不是吹风机，风机也太大声了。空调也太好了，我也要做。其实里面有三房一厅这样子，里面还有厕所。对，三房一厅一卫，还有一个阳台。谢谢大家午，现在是午安还是晚安？午安，午安。我自己是觉得六点之后才是晚安。我是觉得现在是一个。晚安的时间，但是外面天气还很亮，所以觉得是午安。五点是晚安吧。Hello， 谢谢彩虹的一封信。是吃完午餐还是晚餐？午餐。午安。I don't need a light to see your shine.烦了，我又看到那滩烂泥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我的。最近江湖盛传曼宝中之人其实是允爵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其实就是跟 Eva 很空一样，就是我们是想低调行事这样子。曼宝有什么好低调行事吗？还行吧，人家跳得很好哎、欸。
对对对，就是你要飞起来呀，就是不能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的六灯选拔，就是非常可惜，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形式，就是去参与我们的入门。Oh, it was. DNA. Om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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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o, Balalaika, Balalaika. 不想，好吵哦。我听那个恶搞版的。呀，哈，奈卡。不行哦。是的，那你想那这感觉 N A N A A A， 你才刚吃完午餐 ，Oh my God！ 有的，この空が。我要一只鹅，或是鹿。不行，那是我的。那我要鹅，自己给我。你丢过来的。本来就有一只在那。那你就不要丢过来啊。我觉得它很定位啊。那你现在又要搞又要想，怎样自己来拿？给我。Yeah, 你好饿。我好累啊、哦，有一点饿了。太饿了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对，我下班了，刚交接完，刚回来啦。是唱完偶像吗？是。不然是什么？不然还有别处？妖怪村啊？皮卡丘啊！我可能是皮卡丘啊！就是平时大家在商演啊，或者是去参加节目的时候，我都在妖怪村。吃到罚三杯，真是拿出机会。上传照片应该还可以吧，但是说实话，不知道。对，优先去实习过，没有这种东西吧？听说我的握手会出了数字，耶、yeah! yeah! ！耶！啊，鼻子好痒哦。虽然他好像
它好像快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超紧张的，我在想说就是 maybe 什么很多人，很多什么一期啊、二期啊、三期啊，就是都已经结束，然后那么加了很多部的那种，我就想说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，大家很紧张哎。再等等，有人还在挂，慢慢的，应该吗？应该，谢谢。烤馒头也太好了。三奇声音比较气，看来前面没有，三奇才刚进来，只是想说三奇都卖完了，然后我还没有出数字是在干嘛？真的假的？三奇卖完了。三奇卖完了，厉害。到五号，对啊，快了哎！大年初八财运，你听呢？阿东，哦 ，My God， 说数字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握手会在倒数，剩下倒数100张的意思。出的那只有乐乐科大军啊，好吧，等你等到花儿也谢了，我去吃寿酥，我去吃苦辣寿司，苦辣寿司，哎，这次的苦辣寿司现在的扭蛋很可爱耶。毕竟三期比较划算，对吗？两个也是两个人。你要去苦拉了什么？不行，不是不喜欢寿司，我没有不喜欢寿司啊，我是不吃生鱼片，但我很喜欢吃，我还蛮喜欢吃寿司的，就是跟我去很，我去吃寿司很不划算，因为我去都是吃熟食，像什么。蟹肉棒、玉子烧啊，或者是炙烧鲜虾，就那种熟的虾，或者是直接吃鲜虾，或者是吃什么稻荷啊，或者是什么猪肉啊，很好吃哎！而且我最后我还点错，我点了两盘的卤肉蟹肉棒。超好吃，超好吃，然后还是吃甜点哦，赞！何必去吃回转寿司？因为想要扭蛋。那寿司吃什么？海苔那种倒还好，尤其是烧手机，好棒！至少寿司的饭是熟的，那是肯定。乌龙面，张爸爸吃乌龙面啊，拉面。汤汁我没有吃，有冰淇淋我吃了，好吃。真鲜美美不行，真鲜没有，真鲜没有那个、啊，真鲜没有扭蛋、啊。而且我们去吃了，我们抽了那个抽奖，我们抽了六次，猜猜我们中几颗？猜猜，我们抽了六次奖。六次谢谢。下一周只要抽一次就有了。不行啊，我们吃不下了。吃不下了。真的认真，真的吃不下了。刚刚点了一碗面。对啊，你点什么面啊？我月经来，不能吃冰的。
你可以吃吃什么蟹肉棒、啊？你可以，你可以吃那个卷饼啊，卷饼也有啊。对。你可以喝一瓶啤酒、啊。奇怪耶。哎、欸，啤酒，它啤酒也算在那个哎、欸，就是可以抽的里面。我想说，哇，那么酷。是不是月经？是高单价的，就很贵啊。那苹果汁一杯60块，点不下去。对啊，你也可以喝苹果汁啊，点不下去。而且只有这样，这样我不知道。我想再加一次苹果汁下。60，好贵，这样子就可以多抽一次，一个下就一次哦。没有，我们四个人去吃，四个人30盘，其实也没有到30盘，就是25盘，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甜点之类的。隔壁如果有好心人都会把盘子接上。不，我们隔壁有三颗，我们隔壁有三颗都是哦。我们刚刚跟刘雨晴还有肉肉去吃，然后隔壁有三颗都是他们两个想要的，但是我们抽到什么呢？我们抽到美乐蒂。他们想要的是大耳狗跟布丁狗，但我们抽到美乐蒂。所以在我这。七七超怨念，对啊，七七超级怨念，超好笑的，他就是，超可爱，看不停哎、欸，眼睛都要瞪穿了，他一直狂看隔壁，超好笑。不要，我要美乐蒂，你可以帮法法付钱哈。真的，上次看了公演，跟企鹅去吃。贡献了16盘，整桌好像45盘。哇哦！等一下，企鹅很厉害哟。哒哒哒哒，没关系，吃寿司应该不用穿大眼皮吧？大耳狗，你抽到了3颗，哇哦！要拍下来啊，有啊，真好，拍下来了。他们两个超级怨念。还好。哦、还有其他人，我吓到了。一开始比较远，对，还好。七七是截烂掉，七七是截烂的那个白色的，然后你在玩他的拉链，超好笑。那件白色的很多线在旁边，就是已经结束了。而且我们把，因为我们实在是有饱到，然后我就插那最后一盘嘛，就在等肉肉吃完，然后。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盘子上面，然后他们就在看那个动画嘛，然后一跳出失败，七七直接，然后肉直接甩筷子，超好笑，他们俩是同时，一个直接一个烂掉，一个摔筷子，然后一起烂，超好笑，七七整个烂在身上，超级好笑，我想说，好有趣哦，我在大笑，对，燃烧殆尽，他们两个直接。原地身亡，这个灵魂都没了。没看过这么寄托希望的他们。我手中的牡丹。四个人吃，对啊，我们四个人去吃。大连体比较棒，那你可以一次穿4件呢、欸？哎、欸，4件、3件，你可以穿着，这样会很温暖哦、喔。很暖，很爽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新的新道具。好，我选择杨梅丹。因为就是
皮肤真的有点太差了，就是需要很认真的去洗脸，所以就头发就很碍事嘛，然后就跟姐姐一起买了这个，跟二姐一起，因为她的皮肤也很差，然后就要一起保养这样子。但是二姐的是鹿，我是想要鹿，因为我那天在直播，就在南投的时候，然后我在直播，然后他们出去买东西。然后他就买了鹿，我想要鹿，他们有脚哎，超可爱的。但是我就刚，我本来跟他说我想要鹿的，他说啊不行啊，那是我的。我说 why？ 他说谁叫你直播？我在直播，这是兔子。他说因为今天是兔年嘛，你就兔子吧。好想要鹿哦。好可爱哦！之前先是选择鹿角嘞，那个才不能用，那个是，这是发箍哎，这是发箍吧？发箍法，你记得吗？之前先选的鹿角，发箍吗？对啊，反正不能头戴，头戴头发会超丑啊。对啊。二姐带的鹿不就会变鹿人？确实，他确实是鹿人。鹿人，但是他的鹿不是长颈鹿，他就是鹿哎，他是喜开的鹿哎，他是喜开的那种鹿，我喜欢鹿哎，我喜欢鹿哎，我最近就在想说就是。如果真的有那种守护神兽，就是否个人的那种，就是之前都会想说想要什么黑猫啊、猫头鹰啊的那种的，就是很霍格华兹。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要鹿，鹿也很霍格华兹啊。我要鹿，男主角就是鹿啊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就觉得猫咪实在是有点太常见了，包括外面那一只。猫咪啊，猫头鹰，腻了啦。就是猫头鹰就有一点小小只的，好可爱。但是鹿才有那种守护兽的感觉啊。灵气，灵压很强那种。就会感觉一直睡觉。它就不用一直出现。好吧，也是，只有灵的部分。然后就还好，猫咪就是。很常见，然后又很失控，就很个性啊。猫猫不要可以拿来楼下不行的。守护神兽是想要狮子那种的啊，我想要鹿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好喜欢鹿哦、喔，我真的觉得鹿实在是好可爱哦、喔，也不是好可爱，但就是很，我觉得很漂亮。为什么哦？那你要金鱼超大只，救命啊！宝可梦不要，我不要宝可梦，我没有很喜欢，我普通哎、欸，我没有很尬意宝可梦、兔子太可爱了，兔子感觉就是跳跳跳的，保护不到我。那你知道粉丝有人跟鹿出过车祸吗？谁跟鹿出车祸？我好像有听过哎，啊，我有听过吗？我不知道。骑车撞到鹿，怀怀撞到鹿，哈哈，我好像有听过哎。怎么这么好笑？动画中看过巨岛金鱼的守护神兽，巨岛金鱼听起来就可爱。骑车要看路，骑车要看路哎，好好笑！嗨，要看路哪个家？在田中间的样子，哈，在田中间它可以撞到路，它骑到田中间。对啊，亚麻路。
Don't need a light to see you shine. It's your golden night. 剩下别的吗？对，太慢了吧，差点撞到老鼠是谁？吃饱了。骑车不看路会出事，对，会出事哎、欸，阿北啊！骑车要看路，继续吃，无情无情无情的是无情的是。等一下，大姐帮我查了我的神兽。可是我现在没办法看，我要登录来，等我一下，大家。我想看，我想看，我想看。青蛙。你的 line 没有关播，我还在，谢谢。我绑狼绑狼绑。来了，来哦，讯息同步中哦，50%哦，好久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没有，还没。大老鼠快速过马路，还好你闪过，哇，好可怕！来了，我看看。但是我是白虎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帅？我是白虎，可是他如果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很爱吃的话，他会变胖虎哎、欸。白痴是怎样？已经没有虎了。十二星座。哦、oh, ，我是白虎哦。那为什么？你可以算啊。他说，出生年月日相加，然后把那个总数乘以125。啊？为什么？然后计算出来的总数取其百位的数。民国还是西元啊？民国。民国？不是，是西元，讲错了。百位，百位，乘以125。五还要再变，相加的总数加起来15，还要变成乘以1跟5相加。总数加起来不会是15啊？还要再乘一跟五。总数，你的总数是你要2001加上你的生日。加一加二加。没有没有，不用分开。2001加。加12啊。直接算数。对。然后乘以125，然后你的百位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胖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怪不得跟狮子那么好，其实是隔壁邻居这样。确实，2418。你的百位，400，四。这样，我再查一下。他没有四耶，等一下会有，会数字很大是正常的。生日2001加上12加上六啦，六，你是六，36600。你的神兽是玄武哎，就跟你说玄武吗？不是，人家是玄武，只是刚好你的乌龟叫玄武，好不好？哦，是吗？乌龟挠蛇是尾巴蛇啊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不知道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种乌龟叫玄武干嘛？它是乌龟啊。我想
想说你可能跟他一样啊，他也不是狮子啊，他就是小狮子啊，好像也是自己加四，可是他没有四哎、欸，他怎么会没有四？超好笑，他没有四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好笑，他没有四，哈哈哈，他只有零一二三五六七八，没有九，没有九。前五还有蛇，我刚刚是不是才讲了？好，尾巴是蛇啊。我来看前五，看有图片吗？没有。有什么解脱吗？有。哦。他说你害怕孤独。从小至大都喜欢一般人在你身边，因为你认为有人在身边就更加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一个人的时候心情往往会向下沉，能够每天都置身于一个快乐的小天地中，这才可以令自己继续向前行。一个人才能向前行，就是你要每天让你自己快乐，才可以让自己想。太讲废话。啊，对啦，说的也是啦，确实啦。好啦，我相信他。他说你占有欲太强。我吗？确实。谢谢秋日红的缘分相遇，谢谢思琪的缘分相遇。属蛇的人运气排第十一，真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哎、欸。我觉得蛮烂的、啊。我觉得我运气。打麻将烂成这样，开都不进，可是我全家属蛇啊。哈哈，太无关了。四就边缘，没有人要守护。Killing me， 记得日本的玄武是巨大乌龟的模样。玄武，佛法可以占有我吗？谁？朱伦。哦，我还学我朱兰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是龙，我是什么？我到底是什么？哦。你知道我不是说我的是白虎吗？然后他第一句就说：“你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。”不是，不是。合法直播没有换六单照片，对他刚他刚才跟我说，我昨天换了，拍了我手机，照片找不到算了。我是一个备受保护的动物、欸，是啊。被家里保护多好那种感觉，小妹，不是家里，就是各方面，对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是吗？看不懂了，
哦，我是龙类。五行神兽，五行五行，五行神兽，我们是龙类。但这个只是看年次。好，你感觉蛮帅，对啊，很酷哎。拜拜，加油，唱完。回南投过年，家里有小孩子来玩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有测验哎。回南投过年，有我的堂弟堂妹，堂弟对堂弟堂妹，但是大家都长大了，其实也还好。有啦，有我的侄子宝宝，有超级宝宝，这样算小孩吗？看叔叔感觉累累的。大姐尖叫，有小老虎啊！大姐直接尖叫。相信宿命吗？还好。喜欢纯色还是多色？啊？喜欢纯色系还是多色系的衣服？纯色系啊。我最近有一点在多色。那你就选多色。好，其实也还好，纯色。有在临睡前思考的习惯吗？有。不会。你再帮我选一个。我都会在想说，我什么时候才睡着？我什么时候才睡着？我什么时候才睡着？真的。好累。你快睡得快。我都这样。好困啊。什么脱肉系？咖啡与茶饮用哪种的次数更多？都不多哎、欸，茶吧。知道什么是大吉灭海吗？这是什么？会同时带三种事物在身上吗？一二三种，四五六，我有六个。如果有足够的空间。可是我也会带别的啊，不会吗？我会带项链哎，偶尔，很偶尔。如果有足够的空间，会放什么在卧室？音响或电脑，盆栽或浴缸。卧室谁放浴缸 ？Hello， 哎，泡脚桶，泡脚桶，泡脚桶可以吧？谁？泡脚桶，换一个说法，泡脚桶。你的小心都没有放在浴缸房间的。他应该会啊，我觉得他会、欸。工作上的决策多以什么来决定？客观。我今年的守护神兽是金龙。我要测。很好。来，你相信宿命吗？嗯，有时候相信。他只有相信我喜欢神秘的东西，跟不信我是个无神论者。这跟无神论没有关系啊！算了，我不想说，好烂。你更喜欢哪一种事物？第一个是昂贵的名牌手表，第二个是古色古香的玉镯。好难看哦！重新测试。不行，你要选一个。第一个什么？名牌手表。手表吗？你有在临睡前有？你更偏向喜欢以下哪种思想？庄子的唯心主义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。我的天哪！我还是查一下是什么意思、欸。应该是一个就是 follow your heart， 一个就是现实。马克思。唯物。更喜欢欣赏哪种影片？充满智慧与思索的《达芬奇密码》。
对心理深入挖掘的极尽力，一个是智慧思索，一个是你的心理啦。那个什么？智慧思索跟心理。心理。心理挖掘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一种智慧类型的影片，跟一个内心的影片。就是看你喜欢什么类型。卧室还真的有浴缸啊！你怎么这么酷？他的卧室有浴缸耶！太有钱了吧！啊，好酷啊！随便选。第一个吧。第一个，智慧与思索。喜欢怎么样的家居风格？第一个是使用简洁的现代风格，第二个是巴洛克式的古典风格。第一个，巴洛克式的。很漂亮欸，衣柜呢，就是打开就是黑黑的衣服 T 恤，还行吧。有对陌生人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吗？第一个是有对陌生人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吗？他就说是陌生人，自己认识的人我自己清楚的很。如果有足够的空间，你会放什么在卧室？音响或是电脑的电器，盆栽或是浴缸之类的装饰。你想的我已经有了，我想的话应该盆栽。面对复杂的问题，你会头很疼，实在解决不了就放弃，还是认为很有意义的挑战迎风而上？放弃，想也是。你今年你的守护神兽是玉兔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在骄傲什么？是蛮可爱的，但不用骄傲。好可爱欸，我是金龙欸，看一下玉兔，通体精灵晶莹雪白无瑕的灵灵，被玉兔守护着的你，个性温顺平和安逸，情感十分稳定，不会有大起大落。我觉得他完全就是不是在写我，就是我的相反。你把每个字都换一个相反的词，你再念一次。个性火爆。你念一次整句，然后就是那个词每个相反的。个性火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温顺，个性温顺、平和、安逸，情感稳定。情感不稳定。个性火爆。十分的桀骜不驯，不安，一点都不安逸。好讨厌！是个在平凡生活中挖掘乐趣的人，哪有乐趣？大家，不喜欢被繁琐的事物干扰，只喜欢平淡简约。确实。My my my my。Bye bye lady, 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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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。露出来，这样不帅嘞。不算欸，可以当法法的神兽，法法的。你叫我去上课吗？拜托你。他叫你骑他欸。可以骑着他去上课。有比计程车还要快哦。没有，我没有要到七点。
现在是林果，露出什么？他的脚，因为他现在整个人基本上是缩在被子里面的，然后他的脚在那边晃来晃去，还在晃，而且现在变成超小，他可能刚刚是这样，他现在是这样。露出来！你这样跟狮子在笼子里面踏踏的那个晃有什么差别？嗯，这时候就要用冰手抓住它的脚伸的。我不怕，因为我有袜子。哦、oh, ，OK 。但是我真的有去摸一个人欸，但是我忘记是谁了，是张华华吗？然后我直接被揍，啊，摸就很冰了，摸吧，应该是张华，昨天吗？前天吧，我摸什么？摸我的肚子。因为我就很装没事，我就一脸没事，然后就走过去，然后就把衣服拉起来，然后他就揍我，超痛！我真的是装没事，欠揍、欸。如果法法需要，可以当他的暖暖包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很好啊。不是啊。扶轮。扶轮呢？他前阵子真的很好。啊。那他前阵子不是在那里跑？好，请问是这样？嗨，谢谢 QK 的缘分相遇，是我也走你，谢谢今天的红玫瑰，谢谢 QK 的加油呀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那这个品牌用冰手摸你们肚子，你们会找他吗？肯定是不会啊，在讲什么？好吧，不可能要请律师吧？我只是摸了一下他的肚子，就很冷啊！我有什么办法？摸自己的肚子啊？不行啊，很冰哎！欠揍啊！我不管，你会告品牌啊？这样就可以跟他见面了。对，但是原告和被告，对，原告和被告的身份。你会获得品涵的讨厌，对，获得品涵的皱眉，谢谢阿六，谢谢 Ben。昨天练舞的时候打击，谢谢经验哈。今天练舞的时候打击，张爸爸今天练舞的时候打了林杰一巴掌，林杰不排除提告，验伤验伤。如果不是也揍了林杰，林杰的胸。后台见就好，我想一下。飞苦，法法决斗，决斗！你怎么可以打你姐？不小心，他可以打我啊，我很乐意哦。但好像林杰昨天被肉肉揍了一拳。也是练舞，不然你走到，不能因为人家比你白一点就打他。才不会，不小心的。林杰说：“叫什么同事，请叫原告。”哈哈哈！谁是同谁你同事啦？原告，我是原告。相亲相爱。举手，然后又没有抬过这个位置。然后不知道后面会有谁，然后一个转身手就过去了。你觉得感觉就脸整个超皱的，吓死！他在看慢动作，好可怜哦，超笑。然后他之后闪超远的，不敢再靠近。我也闪超远。棒巴拉棒巴拉棒巴巴棒，排名报名排队让林姐打回来，张法法可以排十个脸。
他要自己一直进去出来进去出来，他要进去一次被他三十下。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他说报名排队让林姐打回来。好，好，先放置一张魔法卡，决斗吧，有人可以决斗。他已经放置一张魔法卡了，结束这回合，快点了。我不会玩，陷阱卡有吗？有吧，我不知道。拿出你的信用卡。裁判，我已经判好，判定为张法法的活神。拿走你的信用卡，刷爆他！啊！刷什么卡？哈哈哈！Ducky。林杰不能没有卡，哒哒哒哩，好可爱啊这首歌。张头发在发呆，大家。张头发在发呆哦。我在实况转播。一个动作啊，就是要跟林姐比这样子，跟他这样子，然后我有时候忘，他有时候忘记没有先，然后我忘记，然后他就会他这样子，他就，好可爱，他又忘记，他就会，啊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林姐，真的超可爱，天舞，很强也很强，行走的大可爱。你好变态，哪里变态？就很，这是怎么漂亮？是很漂亮又很可爱，很香。啦爸爸，你还是行走的小可爱。欸，我用手绘可以戴，可以戴这个吗？这好可爱。耳朵一长一短，而且还动不了，它很立耶。放置一只，放置一张陷阱卡，再召唤狮子小精灵，结束这回合。没有，他已经赢了，他已经拿走你的信用卡了，你已经输了。谁的？全迷，你已经，已经第二回合了吗？还是就第二回合了，那换你攻击嘞。啊，怎么办？没招了。他已经没招了，他输了，换你赢了。好酷！为什么你听过？为什么你听过？因为后来很多人翻唱。中文。中文。中文。很多人翻唱吗？哦，很多人，我听成中文翻唱，这么厉害。打人原因竟是成人不满，另外一位成人皮肤比较白，哪那么夸张？不会，那我应该每个人都揍一拳啊！拜拜！真的，你真的可以哎！搞什么？哎，你过来，我看一下你脸，我啪下去！发动覆盖的信用卡，金钱的力量，别被钱压垮。Hello。是 Kim 的，好可爱、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阿拉拉拉里，加油！站着。啊！
也有充电宝，亚拉跟蕾蕾也有充电宝，充电宝，他很热心的唱的。全民发招了，出招了！他说发动陷阱卡，狮子的暴冲，好可怕啊！接招，好可接招，他接招了，他受到了伤害。住在我怀里吧，狮子。哈哈，加钱。他直接暴走哎、欸！吓到。谢谢翔耶。居然说明必胜客小披萨买一送一，怎么这么好？喵喵喵！喵！咻咻咻咻咻咻！咻咻咻咻咻咻！Hello。主要是开工的话，哦，开工了。而且我们今天练舞练到一半，外面突然在放鞭炮，我们直接下风，因为真的超大声。然后好像又在正楼下，然后就哇哇哇哇哇哇，星巴克。可是，看它是冰的。好，这样发法，全中。我没叫猪肉面。对。你叫？我叫早就。电脑比较旁边的。放鞭炮的时候打人就不会被发现哈。可是巴克要排队，对，巴克要排队。巴拉巴巴，巴拉巴巴巴巴巴。再发动魔法卡云爵的怀抱，可以让狮子恢复体力。哈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他睡了，他直接睡着了，什么意思？你的对手已下线。你的对手叹了一口大气。什么三点？发动小黑的怨念，小黑都宠其他猫咪，他不在啊，我东西都买给他了。三点。可以帮我。先直播没有啊？对不起。用你的电脑。发动魔法卡，妈鲁的巴掌。不可能有妈鲁的巴掌。对啊，我是三。啊。好，我天！恨地人，这首歌有舞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要去找。
踊ってみた。踊ってみた。有一个从小跳到大的妹妹，好酷，每年都跳。去哪？对。I don't care。鬼太郎，那喜欢妖怪手表吗？这两个可以算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没有很喜欢妖怪手表，我喜欢鬼太郎。干我什么事情？有啊，我还买了茶杯。风筝什么风筝？突然鬼太郎，刚刚就听到一台货车倒车声音，喜欢这种恐怖音乐。这个没有很恐怖啊，如果太阳跑到游戏王的世界，你觉得还会喜欢吗？主要就是我不会看游戏王，所以我不会知道他去了游戏王的世界。看一下都有些什么，什么什么的，咕噜咕噜是咋呢？晚安，已经是晚安了，天哪！
僕ら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。カンカン、願い事を持ち腐れ、ル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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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ン。好喜欢这首歌。猫咪吗？是猫咪吗？拜拜。对啊，吃饭的时间です。好久哦。気をつけて。はい。好长啊，好长哦！你看到了吗？我喜欢这个，你有听过吗？
超好看，哭啊！妮娜，男妮娜，她很适合。妮娜可爱，她本来就双色的，为什么他们会有偶像？他本来就是偶像。下礼拜六的偶像，我不知道。鸭狗下礼拜会去公司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实在是。一的。记什么？私実は気づいてるの、ほら君が言ったこと。いや、おい、おい、ちょっとおい、ちょっと。不是妮娜，是伊娜，是伊娜。妮娜也很可爱啊，妮娜真的很可爱。摩托，枪托。一台，哎，哎，歪掉了，歪掉了。我当然像什么必胜，必胜。晚点绑了，超早。
はい、念番です。念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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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ディズミン、ディズミン、ディズミンズ四季蘭開、謝謝四季蘭開、ディズミンズ四季、謝謝四季。第八名是飞鸿，谢谢飞鸿。第七名是浪客，谢谢浪客。第六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第五名是阿六，谢谢阿六。第四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三名是玉超，谢谢玉超。第二名是杨哥，谢谢杨哥。哇哇，第一名是 QK 哎，哇，谢谢 QK。哇哇。哇，谢谢 CKUMK， 谢谢，拜拜。我说你们不是我，我没有要吃，好棒，拜拜。